日22时起，台铁中立火车站第三月台，一名女性民众侵入轨道，铁路警察局台北分局中立派出所员警获报，立即赶赴现场查处。到场经查，沈姓女子因情绪不稳侵入轨道路线，该女立即由台铁人员扶上月台安全处，未影响各班次列车。当事人后由警方带返所，并联系家属到场。全案一违反铁路法57条二项，函请交通部裁罚。铁路警察局台北分局呼吁，大众铁路路线列车高速行驶，严禁擅自侵入，共为行车安全。